我们呢晚上要去吃小烧烤。哎呀，还是跟滑雪的兄弟，还有这位新来的小帅哥，来吧，要打个招呼嘛。啊，大金链子，小手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这是东北的烧烤。对，我今天惦记这顿烧烤已经好久了，我来哈尔滨都没吃过烧烤。他们说那个东北人说话都是靠喊的，特别是在吃烧烤的时候。来了来喽！哇，小烧烤搞起，这家店很出名啊，心心念念的小烧烤可以搞起来。怎么是这样子的？这么嗨？还有这里的服务工作人员的服务热情。妈，感觉你跟大家认识很久，感觉像酒吧。确实，哎，坐下东北烧烤。里面换汤好了，谢谢啊。这有免费的饮料可以吃，免费的爆米花，哎，还没爆，然后免费的冰淇淋。哇啊！全部都是我们店里面的工作人员，并非职业舞蹈团队，所以说无论在那边的好坏，请全场的帅哥多多担待，多多配料。来吧，咱们话不多说，招待招待嫂。直到现在都没整明白，为啥你要选择离开？现在来看一下这家店的厨房，我们看一下，一家小烧烤店，我真是低估了东北的烧烤。一家烧烤店有这样的一个规模，这就是东北烧烤隆重的一个氛围感。这叫东北大碴子粥，这都是免费的。对啊，免费的虾片，对啊，大碴子粥，这个大碴子粥，大碴子粥，大碴粥还是大碴子，碴子粥，懂吗？带来的棒子就叫，对，等一下就是大哥吃饭，老妹儿扒蒜了，然后还有这个蒜，对啊，我们那边是不吃蒜的。我真的，我在我们学校，我嘎嘎，我吃个蒜，被我们同学说很牛逼。我他妈的，你是河北哪里？唐山的，唐山。它这里的价格还是挺实惠的，超级实惠。等一下还给我美团买95块，100块钱便宜5块钱。外面拿进来，小烧烤，然后给我一个辣椒面，大碴子粥，大碴子。这边他们也是用这个接号器，是吧？我感觉怪怪的，就是这边的大碴子味。感觉不是玉米，这个是啥？啥味？来，小酒搞起。而在东北很多地方吃火锅、吃烧烤，免费啤酒或者1块1瓶，而且有些是免费喝，随便喝。好的，走一个。这个鱿鱼挺大的，而且还帮我们剪，挺好的。我要好久，我要做个游客，好久没拍了。16块是吧？那也不贵啊。16块钱还行。别说这里物价不贵，我们这人少了，我们若有5个人左右，人均怎么吃一，基本上也就是20-30。我们现在是3个人，可能稍微会贵一点。这个孜然味儿可以了。好吃。它烤的没有很干，还是比较鲜嫩多汁的。我们家做菜什么菜？韭菜是最好的之一。烤韭菜是很好吃得到，别的地方只有东北有这个豆皮韭菜，没有这种做法。这个是你们河北有吗？河北有见过吗？在河北这个里面卷的是啥呀？好像是大葱还是香菜，葱也有菜，口蘑。这腰子不腥是吗？但是我不吃，你们吃吧。行，反筋。其实可以多看点书，就是要去这个地方玩，然后开始研究这个地方，开始研究它的历史，这样。对对对，感兴趣的话就看看历史。对对对。这里还提供免费饺子。哈尔滨博物馆里面很大，那边。明早去731吧。对呀，可以去。731是可以啊。
要得去。下午的话应该没安排，下午的话随便逛逛。排骨。之前我同学教了我一招，就是把这个酒的沫。鱼，还有我们的猪手都来了。感觉我们不知不觉也点了很多东西的。对啊，所以你一点一点点就会感觉。感觉点了蛮多东西。反正这鱼其实肉没有很多的时候，但是这个鱼本身就这样。是吗？已经烤得软趴趴了。好了，我们吃完了这顿烧烤呢，我觉得味道是非常的不错，而且气氛也是杠杠的。猜一猜，153，已经看到了。等一下，153，我还可以用美团买的，所以他会再便宜。我给你减了也可以。你愿意吗？我但是我想给你一个好评呢。啊，行，谢谢。对不对？谢谢你了。客气客气。对，而这家店的服务员呢，感觉就是你跟他，你完全第一次见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感觉跟他是像是认识很久一样的，像以前进来给你，对啊，像一进来就给你按摩，好姐妹一进来给你按摩啊。刚才我走路帮我帮我，我对感觉好熟的样子。对啊，就把客户做成了朋友，做成了兄弟。对对对。啊，希望呢将来把客户做成男朋友或者女朋友，那就更好了。这个有点难。东北的特色嘛。对对对，因为东北有的都这种服务行业特别热情。对，但是他这个确实很热情。我每次啊，我就觉得我靠，我认识你吗？我跟你很熟吗？回来了，今天啊真的非常的累，滑雪就消耗了非常多体力，然后又去吃烧烤又聊天，现在回到青旅里面来，我要收拾一下，开始开工剪视频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欢迎评论、转发、加关注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。